不会打篮球吗？你这话说的。他还有多久了，妹？你看怎么补？他就补了一刀，我们补了四刀，对吧？他还想E我，他的意义很明显，只想E了。马上两级。兄弟，我没有带魔抗啊，兄弟，很难受。两级单杀这一波，你失了没有？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这上路好像机会不大，上这个打野把这波线推了，可能会过来。看一下。好，他的走位好像是往这边走的，有机会。好，看到了，等最好等个点蓝，他想吃屎，翻墙我来了，想入侵，这里应该有跳弹，但是我没有眼。摸，300块拿来，他也溜了。他六级感觉应该不怕我了，我们这一波可以顶一下伤害，因为我们正好要回家，对吧？推线，毙了，不吃鸡吗？鸡就不吃了吧，吃鸡有点伤，在哪里？我这个装备吃鸡不太好，线推了，我们现在是九级推线，咱们现在七级是推不了线的。九级推线，好，刚才剑圣把小龙拿了，说明他在哪里，你告诉我，看到没有，这就是意识，我知道他这一波想来中路吃塔皮的。好，塔皮吃一下，他这一波打完龙之后呢，肯定在下半野区，这是肯定的，对吧？那这一波我把兵线推进塔了，他肯定想吃塔皮。好，推了，我先毙了啊，走，再见，来不及握手，毙一波。这个人很猥琐，太猥琐了，没用，我一个 W 把他那个爬爬虫给他灭了，他推线不是很怪的，什么？会玩，这个人是会玩的，看得出来。伤害差一点，好，亮狗牌可以直接推。你是要兵线还是要命？你干嘛？哎呦，装什么呀，兄弟，这么点血还不回家？扫描一下吃鸡。好，红 buff 没有，只要有鸡，说明他不在上半野区，因为他只要来上半野区，第一刷的就是鸡，怎么？能不能听懂？他为什么不走？说明他后面可能有剑圣，但是没有用，我直接就秒杀了啊！下路gank一下，好，剑圣可能想越塔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翻墙 WQA 300块拿来，再推一波，好，溜了，再见，来不及握手，回家，抬眼，我来了。我来了，翻墙 A 大招接暗行者之爪，接 AQA 直接秒杀，这一波你失了没有？翻墙 Q 交闪不杀，那就怪了。
翻墙点燃 QAW 确定吗？摸 GQ 交闪没有用，哇500块拿下这一波，你吃了没有？好，我感觉可以阴一下石头人，石头人我一套杀不死，但是可以打他一套，他是 AP， 他很脆的。好，他死了，我有夜刃没有用 ，WQRA 直接秒杀，啊！再见，来不及，我操 ！K 头是吧？我毙了。嗯嗯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好，他死了。我咱俩打一个，你怕他呀？我反正不怕呀。你干嘛呀？伤害拉满，走了。扫描一下。咱们这个装备的话，我觉得剑圣可能……哎，我来了，给他 Q 到了。我觉得他们应该会支援，他们应该会从这边过来，阴一下。过来就 WQA 直接给他秒了，好，有机会。好，我身上有夜刃了，怎么说？你的愚忠对我不来，看到我了。好，牛头也看到我了，小心，小心！我操，牛子被关进去了啊！走，保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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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操，小黑子啊，这个中路他就把大刘给我，我等一下得注意一点，我得给他杀了啊，大呀，兄弟你他妈大最后放吗？这辅助啊，照一下，无处可藏。好，机会来了，注意我的细节，翻墙，舒服啊，舒服舒服，这一波钱直接拉满，瞬间1700。好，下路带一下，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，走，他这个爬爬虫咬我破不了盾呢，吃个鸡吧。怎么说？好，我没大上不了啊，等我大。算了算了算了，我没大。算了算了算了，有眼，有眼。确定吗？害人是吧？害人精是不是？啊，害人精是吧？哇哇哇哇哇哇哇！鸡鸡鸡鸡鸡！操，鸡别咬了，我溜了我溜了。翻墙，他死了。翻墙，暗行者是吧 ？A J W， 好，交闪也是要杀你。翻墙，翻墙，还想跑？请叫我峡谷跑男。可以打，可以打，完全可以。我伤害很高，好，注意我的细节。干嘛？我溜了，再见，来不及，我走。漂亮，我助攻也是有的，推线。翻墙，好多针眼，对面针眼放的还可以啊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注意我的细节，翻墙 ，WQRA。呀呵，能跑吧？跑不掉了，好像。
是不是又上了一颗？好，我又看到了。Double kill， 推塔推塔，我来了。龙的话也给他们吧，无所谓的，我直接推塔就行了。嗯，好，推推塔。漂亮，不推了吗？不推行，毙了。今天送什么可以加入粉丝团？今天因为是个特殊日子，今天大家只需要送一个六六就可以加入我们的超级粉丝团啊！还是血赚五块，好。看到伤害了没有？魔切打了2500，伤害还可以。只限今天，兄弟们，所以说我个人建议大家可以送一个六六六加入我们的超粉团，那么而且等一下会抽奖，免费抽的啊，免费抽。你干嘛呀？你干嘛呀？等我大，等我大，等我大，等我大。你干嘛？牛头，你干嘛呀？我这伤害你有点顶不住啊。熔铁少女，你干嘛呀？翻墙溜了啊，再见，来不及握手。好，借刀杀人，你吃了没？可以，胆子很大，翻墙，你想跑？不好意思，哇哇哇，队友呢？哎，我队友呢？哎，你们在干嘛呀？这是什么流氓？哎，剑圣不死啊！牛头他是真没赢过这牛头，我是你的哥。